如果青春可以重来一次，我们会怎么做？我高中时最要好的朋友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新转来的同学。大家好，我叫徐浩然同学。那个女同学叫什么名字？吴田静。怎么了？会不会我们的青春只是一个关于追求更好途中却失去最好的故事？你那么喜欢弹吉他，拿它录首歌吧。快乐，我想开演唱会，收到。小白，林以恒要开演唱会了。这次的演出是我的两个好朋友送给我的毕业礼物。